格罗之离。先就好正，點解咧？頭先咧到樓下咧，突然點啊？阿祖又出去問佢幫手，就見到已經攞住個聖燭啦，聖燭啦。其實應該讀聖燭嘅聖燭，讀讀聖燭啊，聖燭咧就點解咧？嗱，呢個字咧係同耶穌釘住喺個地方，希臘人就足留地啊嘛，係叫獨留地，定係獨留地？唔係，係獨留地，唔係足留地，係獨。但係其實如果新譯本叫骷髏地喎。咁呢個音嚟啦，即係即係嗰個字係我哋點解係聖讀，聖就唔係聖座，聖夫啦。是啦，聽到未啊？因為頭先我即刻哇，咁頭先大家見到啦，我擺咗，我初初都唔知嘅，唔知咪開頭咧，我以為好似舊嘢啦，都包住包條布噶嘛，我就諗住咩咧，我想佢係發幅相定乜鬼嘢，咁跟住，即係而家咧。我見到一換手係換咗邊兩兩兩台，咁咧攞我都未知係啊，我以為你幫手啲報紙啲咩，咁係我哋師弟嚟噶嘛，聖燭嚇，我聖燭嚟咩？嚇！我即刻開機啊！大家睇畫面啦，就係即刻咧佢衝出去擺低，好啦，咁誒一個係一個色誒誒大家眼像啦，嗰個係木頭像嚟噶，嗰個木像嚟噶，嗰個木像嗰個造型咧就係正正大德蘭住嘅屋企修院門口嗰個聖燭，係咩？係全世界只係用呢個模樣。代表大物，佢係用個有拐杖噶嘛？嗰個即係權杖嚟㗎，權杖嚟嘅，係代表佢哋隱修院嘅權威。嚇！我以為拐杖，因為你知道大家有拐杖鋪路咁啊。係啊，因為臨尾大家行到去體育多病㗎嘛，佢包咗多病痛㗎嘛。啊！佢因為呢樣嘢曾經咩咧？你冇佢哋成日講，我有資料喺度㗎。曾經係對上帝不滿㗎。啊！應該再講下佢啊！我哋大家行都唔係麻麻地熟嗰啲嚟㗎。即係都好熟嚇，我唔係麻麻地熟，我不能咁話我好熟 ，OK？ 係啦，我啲飛天長就冇理由熟呢啲啊嘛，咁講埋先。咁真係大家中意咁啊，就阿羅神父就將嗰個聖讀嗰個布就離開咗喺度，係擺喺嗰個所謂嗰個咩嗰叫咩嗰個聖讀架嗰個叫咩祭台咧？唔係啊，邊嗰個擺聖讀嗰個叫咩？個聖讀架。聖讀架 OK OK， 未之前話嗰啲有冇靚啲嘅名？顯公架。咁成到搞掂，你唔明啊嘛？講嘢就顯功㗎，係啦。其實點解咧？只不過嗱，聖徒真係舊仔嘅啫嘛，好細，好細嚿。你呢句仲俾我上，唔係喎。聖德蘭嘅聖徒嚟講，呢個係大骨啊。因為點解？你知啦，好細喎。你知教會嗰啲骨頭咧，越大嘅聖徒咧，佢哋係保存得越即謹慎，即係唔會咁分放出嚟。咁大部分嘅德蘭嘅聖徒咧，全部都留翻喺西班牙本地，自己唔遠。唔拎出去嘅，而拎得出街嘅咧，好似唔知得好少部分嘅啫。而呢嚿咧，我只能夠講嘅就係話係屬於香港人身上。唔得，因為我要逼令你講一啲真實嘅嘢。O K， 咁你而家先，總之而家你哋見到嘅骨頭咧，係屬於聖女大德蘭嘅手指骨。唔係，但係我係好細塊啊嘛。係啦，係啦，嗰節仔。同埋咧，就我見到上面嗰兩個彎位嗰個係咩嚟㗎？係夢嚟㗎？唔係，係拉丁文。嗰兩句係寫係邊個聖人同埋個聖人嘅邊個部分？因為太細啦，但你遠望落去咧，你似一個蝦少嘢咁樣喎，堅嘅喎。中間嗰嚿好細好細嗰塊就係鼻哥嗰位就係你就係啦。唔係，同埋咧，因為你擺咗上去嘅時候啦，咁啊頭先你而家話，孔神父會做一個咩大禮係嘛？咁你個大禮咩意思就係行埋去跪雙啊跪低啦，跟住注視啦，同埋會 kiss 個聖讀啊嘛。咦，頭先有冇 kiss 啊？有 kiss 啊？我冇留意。冇啊，佢點你有冇 kiss 佢個聖讀？我早誒早就 kiss 咗啦，即係抵得你啊！真係唔係阿祖咧就好幸福嘅。呢個阿即時嗱即刻時叫阿洪神父過嚟，呢個就阿梁家啦，呢個揾嘅呢個係啦，孔聖唔係我哋錄緊電話嚟嘅，但係係咁唔好講下。唔係，我想問佢你個大禮係點樣做㗎？點解就即係我哋見到咧，佢話韓國嘅神父咧，每次見到聖人嘅聖讀嘅神咧，會即係特別恭敬啊，特別喺個儀式嘅。通常你會點樣做咧？見到聖讀嘅時候，我哋咧。
跟住啊，我自己帶啦，得嘅。因為呢啲成人嘅成熟係好緊要嘅遺產啦。咁咧，我哋通常咧。嗰啲輪流去成堂嘅，咁咧，即係講個聖堂會去周圍去嘅。係啦，跟住我哋喺嗰度，好似朝拜聖體咁，系統去組織嗰啲團員，嗰啲輪流繼續朝拜嘅。咁你一見到個聖堂嘅時候，你會有啲咩動作做咧？通常喺嗰度住喺朝拜聖體，即係譬如朝拜聖堂，即係你會即刻跟住，係跟住咧喺嗰度畫圖啊。通常。他們一個全員呢負責一個鐘頭。剛才我們看到呢，雲海第一時間就看到，哇，你一看到聖堂第一時間就雙腳跪低啦。然後當然是啦，你知為什麼他們第一次呢要表示恭敬那個聖人嘛，要在那裡跪低，要跪低的意思呢，我們中國人和韓國人很清楚啦，為什麼跪低呢？這個韓國人來的，韓國的神父都說得這麼好。意思就是在那裡我們表示恭敬個聖人，跟住是他的聖獨嘛，不是那些他的遺產，即是意思就是個聖人來了這間聖堂，在那裡跪低表示恭敬他，跟住在那裡那些坐下的那些位置，跟住在那裡默禱一個鐘啊，咁嚟聖獨之前呢，啲神父一定嗰個請嗰啲學校啲嗰啲學咗禮儀啊，呢啲教授神父咧嚟咗聖堂講咗先，我哋聽講咗先，跟住喺嗰度開始組織個團啦。咁通常咧點啊？嗰個幹事會組織一個團啊，跟住聖母軍啊，或者堂會禮儀嗰啲同嘅組織啊，組織咧。他們自己的輪班在那裡朝拜聖體24小時，24小時，跟著他們走了，那些聖人走的時候呢有行出來出到大有行，是跟著他們四條拜可以打一間聖堂。孔神，你信不信那些聖堂有些很神秘的力量，信不信有這些呢？唔通嘅講法講嘅，因為有啲人咧比較中意嗰啲神秘感嘅嘢啦。冇錯，冇錯。咁咧，嗰啲人係我哋都尊重佢哋嘅思想嘅。咁咧，仲有比較中意黐線嘅，比較中意倫理啊合理嘅思想咧，唔係感情上，佢哋真係用哲學啊，或者佢哋咧。他們的方法就是分析啊、研究啊這些嘛，都要尊重他們的方法。最緊要呢，聖人臨來我們聖堂，這個是，所以無論也好，他是研究者，他是真的平平凡凡的人，或者那些比較喜歡那些追求那些神秘的人，都是大家一起一個家人團圓，有個機會是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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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因為這個是不是私人的東西，跟著我們教會已經那個定立了，還有那個認證了它是聖人的聖獨嘛，那很重要的，而且無論怎樣的人都好，我們一定要朝拜他們，恭敬這個聖人，接著是我們希望學到那些聖人的業績啊，或者他們的思想，我們生活上表出這些天主的慈愛啊，跟那個聖人有關的那些業績啊，這些咯。好神父，你是來了香港多少年了？我九年八月。我九年八月之後的八月才來，為什麼你會說得這麼好的話呢？因為我之前咧住喺澳門嘅，喺澳門住咗工作做到七年啦。你喺澳門七年？係。哇，唔怪得啦，啲人咁耐啦，五年。喺澳門五年，跟住翻咗韓國，我六年。六年。哦，咁你講啲廣東話好。係。我都幾。佢唔識講韓文嘅，其實。搞錯啦。咁可唔可以教我哋一兩句韓文點講啊？例如，係咪黑衣人嚟？黑衣人。一樣喎，有咩詞？黐線點講？
滅村王，哎呀，唔好講啦，我諗你點解要講粗口嚟㗎？粗口嚟㗎，唔該曬，真係唔該。